吧？我们也能理解，所以说这就是那个什么吧，都是我觉得就是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吧，也是就是说，像苏先生说，我们自己是我们可以分辨的，对吧？不是说你跑来跟我们说什么假的骗子，你说我就听你的，对吧？那我宁愿一个听一个这种超常经历的这种特殊的这么一个人。我也不愿意听你什么也没经历过，你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跑来说骗，你说骗我们就信你的了吗？如果两者相比的话，我们信谁呀、啊？肯定是信谁都知道了，对吧？好，就分享到这儿。